新牛来啊咧！哇，新牛真水真好命，啊嫁翁哪会无人欢？原来收人拢伫遮。啊，无你是了袂讲啥？人我讲的是四句人呢，我才讲第三句尔，你哪会这尔着急啊？走。原来收人拢伫遮啊，化敌为友，笑哈哈，哈哈哈，安尼哦。五爸爸、五妈妈、金贤哥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廖凤姿啊，真正像你客户所讲的同款呢，大家拢化敌为友，笑哈哈呢哦。好啦，啊，既然新娘已经到位啊，那安尼哦，我就卖阁叫了大家团圆啊，这尔啊温馨的时光啊，都留大家哦。等下一位，不用做你啦，饭你的钱，结婚的时阵啊，一定爱来哦。好，一定会啦。哦，进来，行。高长，我甲依林哦，想要留店家管理。要不过，快紧啦，少年人爱留恋，互因留落来。来，大家坐，大家坐。好，真免啊。阮今日来是因为甲廖蒙斯有同窗之情，才特别过来。是啊，啊蒙斯高中时阵人缘足好诶，是风云人物呢。啊，奈今仔日来庆祝的人真少。今仔日只是订婚，一切从简，办较简单诶。结婚的时阵，我一定会放贴牌互你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分享我的幸福。哦。其他的人会当莫来啦，啊，不过有一个人哦，一定爱来。哦，对哦，是啥物人？甲廖蒙子伫咧高中时阵上好啊，就是迄位啊，迄位伫咧高中时阵哦，拢对着廖蒙子的尻川后壁，啊，廖蒙子叫伊跳舞圈，一定唔敢滚雪球。迄位叫做啥？哦，我想起来，许世伟。卖伫世伟已经互阮骗出国啊！伊也无可能出现伫个遮，因安怎讲拢无效。对，哦，迄个我有印象啦。许世伟甲廖蒙子伫高中的时阵谈恋爱，谈到安尼轰轰烈烈，生死相许。啊，高中生谈恋爱谈到上新闻，哦，敢若咧搬迄个偶像剧咧。啊，对啦，啊，真正有一出偶像剧叫做啥物戏个啊？啊是。讲一个足单纯的迄个查某囡仔，啊，为着谈恋爱，最后变做一个啥物黑社会女老大的故事啊！好，啥物啊？原来廖蒙子的前男友是黑道，人讲哦破锅配破盖，我才想讲哦，倒一个主播气质这么歹，原来哦拢是有原因的啦。不过吼，即卖连电视台吼拢唔敢用你啊！我嘛唔知影吼，一个破鼎，母甲捡倒来是要创啥？恁大家又搁误会啊！阮蒙子的个性吼，也是较活泼，较会交朋友。迄少年时代，少年无知的过往，早就无联络啊啦！来，订婚典礼得要开始啊！大家卖搁耽误时间啊！哈！啊，那安尼今日我就来做好命婆啦，吼！啊，看阮蒙子皇帝。隔壁文公公，伊今到蒙子，伫一间大饭店，木怪包厢就伫咧头前。啊，那真正无看到什么订婚的大场面啊！爸，请用茶。请用茶。静贤哥，请用茶。
新娘奉茶提红包，啊，将来生仔真正敖，啊，做完校长做立委，啊，彼岸绝对袂出包。哇，老婆真正就水，啊，新娘一笑。王子啊，啊，即马换你大衣啊，换手指啊哈。新娘坐好正，啊，入门得人疼，哈哈哈！来来来，来，蒙子不是讲要主持，那会变作是伊在打伊啊？够嚣掰啊！我来看你要怎得人听，无乎你一挂假是哪样的？今麦是安怎啊？哎，同志，来，进去，进去。哎呦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哪会这个人落来啦？我看，伊这以后，伊豪门新妇的位置哦，莫坐个空架桥啦。这哦，这是拍几条，拍几条呢？我不知道要安怎啦。刚换手机，搁要换无？当然要啊！新贤哥，咱应该搞换手机啊！嗯。我甲信贤哥订婚手机，莫讲，一定看你的手啊啦！啊，你的后壁破一大坑呢！哎呦，紧甲蒙子穿换衫！我陪你去换衫啦，行啦，行啦，行！你若是替我换衫，一定搁会闭关闭关，我家己去换。你说你要主持订婚，对不对？结果你自己的新娘，不是这样，我只是主持人。是哪一个主持人挂订婚手机？你是主持人，新娘呢？新娘谁？我还没解释。来，你解释，我来听。讲不出来哦。你根本就是在搞我骗，你从昨开始就一直在搞我骗，你甚至搁想空想胖要搞我送出国。哪安尼你嘞？你搁好意思讲啊？你是安怎袂晓检讨你家己？你假作相信我，答应要出国，结果嘞，你却偷偷走转来，搁闭伫咧边仔看。你安尼对我虚情假意，拢无真心，我是安怎？我是安怎相信你？别在打人，我救人啊！我着好交代，昨我咧要出国的物件的时阵，我伫咧路顶拄着汪依林，还佮罗志汉。因跟我讲甚物？你佮汪依林着要变作亲戚关系啊！后来我佮问赖达订婚典礼的代志，结果一讲讲唔对，我才气坏伊的。K
客伯临时叫赖达带四位出去，啊，不过赖达才拄好人报出来，甲客伯那边的话还袂对好，竟然讲闹到去，哦，我真正会被害死啦！小坤，你是不是要嫁给别人？你想要搞错你？不是啦，无啦，我上爱的人是你。干嘛呢？那你人即马去甲母家的人讲个清楚，订婚取消，你是我的某，什么人无做个跟我抢？啊！志伟，你没有你，志伟。是啊。老公。老婆，不管什么理由，我相信咱两个人的爱情拢袂改变的。无去解释嘛袂要紧，你今麦把吴先生的手机忘掉，你跟我走，咱去天边海角过咱两个人的生活，遐个人拢莫插我。袂用的啦，安尼客袂会烦恼呢。而且安怎？你也唔敢吴先生是无？无啦，我就讲啊，我上爱的人是你。那日你对我走，我会娶你，我甲你保证，我绝对会让你过好日子。行。四伟，咱不应该安尼啦！不要安尼好不？你不要安尼啦！四伟，我刚才我广告你。那无代志了，又四维破坏伊啊！啊，你不是讲伊已经出国啊？现在怎个又突然在家啊？我哪会知影？啊，问好家财，我拄好买伊便所，啊，听到细汉的狗讲四维嘛走来，我唔只紧撞来。你即马甲伊拍昏去，伊即过来也是乱呐。哎，死狗才去讲啊！咱先想办法，甲今仔日订婚的代志先处理好势，较要紧啊。是袂到竟然有人这么爱蒙兹，真正是自己操一点路，我足感动的。新贤哥，你听我解释啦。这位先生啊，竟然有材料当总理来新娘的休息室，安尼就代表你甲伊的关系一定是足深的。伊毋是你的男朋友，敢讲是你阿兄？对啦，就是阿兄啦。我跟你讲啊，蒙子是我的客查某囝，啊，一个是我的客囝。啊，因为哦脾气歹，大家也一只，都用滚出来。出来了后，听到家己的客小妹订婚无找伊，脾气歹哦，就来这乱啊。对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。啊，不过蒙子啊，你那边有这款情形，就产出一个未爆弹的。那是以后搁来交了人是变怎？你放心啦，等伊了，我一定好好甲管教，以后绝对袂来乱啊！哈，孟子啊，你们今天换衫，准备要倒来会场啊？紧去，啊，我叫人来处理就好啊！哈。应该就是廖孟子故意跳火圈，伊唔敢滚雪球的许世伟吧？嘛是昨暗来交了禁欲普龙哥。我即马就叫做什么拢唔知道，这张牌我什么时阵要献出来，才来看书办书。